们仔细听我们小朋友的练习口令哦。冷血好，不要紧张，再一次哦。Ready, go. 哦，很好，请我们的音乐下。老师的演讲哦，其实孩子啊，只要给鼓励啊，他都会表现到你要的期望哦，真的很棒哦。然后各位家长真的在家里要试试看哦，用我们的鼓励来代替以前的方式哦。哦，很棒哦，来，感谢。讲成开头了，好，请我们小朋友大半小朋友想有转啊，开始陆续下台，接下来换我们。